好，我是张天明 Jenny。首先我觉得其实都很感恩同埋好 surprise， 因为我自己一个女仔独立做音乐咧，都冇谂过会行到去咁远或者呢个地步，纯粹系好想将啲音乐放上网，有人听就已经好满足，所以上榜其实真系对我一个好大嘅肯定。作為一個獨立的音樂人，我講了一些不好的先啦，咁就一腳踢啦，一定是很辛苦的啦。但是我覺得更加會清楚知道這個時候誰肯幫你啊，或者誰真的真心欣賞你去支持你，咁就多了很多真心朋友同埋一個 team 咁樣啦。咁好的位咧，就是自己可以任我自己喜歡做乜再做乜咯，基本上就是。这个是我觉得是很爽很正。咁我自己作歌就用 Ableton 啦，唔知有冇听过 Ableton 是一个 DAW 嚟嘅。咁就我喺美国嘅时候发觉有好多人特别都系用佢，咁我就学咗佢啦。其实仲有一个叫 Logic Pro 嘅，快歌我会用 Ableton， 慢歌咧我会用 Logic 嘅。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是這樣，但 是他們的界面是會令到我想東西的思維不同的，所以就 basically 是這兩個軟件啦。那我有什麼器材呢？那就其實都是自己在家自己錄的，但是呢就起了一間房仔，那就黐了很多海綿，那就有隔音的效果，那就買了一支自己喜歡的麥克就這樣錄。Sorry， 我想補一樣嘢啊，有一樣嘢我自己裝修嘅時候特登一定要嘅就係燈光。我嗰個燈咧係可以校唔同嘅色，咁就錄唔同嘅歌嘅時候，想開心啲嘅就七彩繽紛啦，sad 啲嘅咁就暗啲咧，咁就幫助自己入mood。咁我呢首新歌咧就叫做 One Step at a Time 啦，就係講翻咧細細個啱啱可能第一次拍拖啊，好 lovey dovey 啊，識一個人係又唔敢，但係又好想認識嗰種慢慢認識啦，比起而家可能大個咗冇咁怕醜，就一嚟就喐嗰個人咁樣，而就講翻以前嘅嗰啲一步一步慢慢嚟嘅感覺。兩個都想試，未必是兩個 element 放在同一首歌度，但我想如果有新歌都想試下會不會有一個 orchestra 啦，一定會很 grand 啦。另外就是粵曲，我想講中樂啦，因為我爸爸是彈琵琶的，所以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跟我爸爸一起 collab， 所以就兩個都想試。No money, no honey。因為它是一個比較開心的歌，同埋比較 upbeat 的歌。我覺得我發覺是我自己啦，表演的時候其實喜歡散發正能量多過去抒發一啲唔開心的情緒。OK sure 比較唔開心，所以我係會聽唔開心會聽，但是如果要我演唱去表演去俾自己的 energy 人咧，我想是開心的歌。其實我本身未做全職歌手的時候，我是做 marketing 幫一個音樂學校，所以係咯，我應該都會講翻啲要 content creating 啊。總之我是不可以9-6個 pat pat 黐住張凳嗰啲人。最新一期 PCM 已經出版啦 ，Coverface 有我 Jamie 張天明，大家記住去買啦～